请欣赏《龙来台湾》。夏天的薰衣草观光季啦，还有这个索朗季，都可以吸引来自很多地方的朋友，那也包括台湾的朋友。因此呢，我想在这边应该要把我们最强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。最强的东西在夏天自然就是凤梨跟芒果了，所以我们今年用芒果，接下来有可能更多的凤梨的一个交流。